陈哲，你有什么想不开的事儿？你跟我说说，好吗？咱们没必要弄出那么大的动静。你想要什么？说说看，我们能满足你的，尽量满足你。陈哲，我能过去跟你谈谈吗？现在过来，我就杀了他。小哲，是我，林美雅，你千万别做傻事儿，没有人进去，你放心，只有我。 我现在进去，我去跟你谈谈，可以吗？不行，你绝对不能进去，太危险了。谁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儿？陈家同志，你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试一试。我跟你保证，陈哲他一定不会伤害我，你们不要担心。欧阳，现在就你姐要紧，你让我进去。不行，我跟你一起去。欧阳，如果你现在进去，只会更加激怒陈哲。听我说。 尽量满足他的要求，不能肆意他的情绪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依你他从这到后面出来。小哲，是我。 小哲，先别冲动，你有什么话你跟我说。我在这儿陪你，让欧瑞姐出去，让她走，我留下来，我和你在一起，好不好？美雅，对不起，我辜负了我们20年的感情。 今天临了，我还能再见你，还能跟你说声对不起。我也没什么遗憾。小哲，我觉得你完全没有必要这样，不管发生什么，一切都来得及。 但是如果你死了，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。现在已经什么都没了，没了。没有我累了，我已经不想再过这种每天早上一醒过来就要算计别人的日子。我做了那么多坏事，但我什么都没得到，这是我的命，我认了。 这里就是我的终点，我走不出去了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小哲，你可以选择，你相信我，你可以选择。小哲，你还记得咱们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吗？在孤儿院，那是我第一次去一个陌生的地方，我真的好害怕。 没有人跟我玩，我就躲在一个角落里面，偷偷的哭。是你主动过来找我的，你跟我说话，陪了我一整个下午。你会逗我开心，会保护我，不会让任何人欺负我。你就像一个大哥哥一样照顾我。 小哲，那才是真的你，在我的心里，你是那个样子。
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是因为什么你从楼上掉下去？我爸他跟我说，他是自己不小心从楼上摔下去的。小哲，在他的心里，你一直是他的孩子。你只是被厉以蒙蔽了双眼，没关系。 走错路没关系，但是最重要的是你得自己走回来。我们相信你，我相信你是好人，我们愿意给你机会。小哲，我求你了，你真的不能再做错误的事情。你现在出去，你去跟警察说清楚，他们一定会从轻处理你。只要你愿意，我和我爸，我们永远都是你的家人，我们会等你。
全身而退，小草般过火的人啊，太狼狈，麻木的眼圈啊，黑暗的空间里独自颓废。世界的黑你遮光倒退，事情我还没跟小丽叔解释清楚呢。去找你之前，我就跟他说清楚了。米娅，我知道你现在一定很纠结，该怎么样去面对我。不需要纠结，你和欧阳苦尽甘来，要好好珍惜。我依然是你的小丽叔，祝你幸福。对了，我会离开一段时间，吴念。我明天就要回法国了，美雅。
凉。谢谢你们今天能来为我送行。子云，对不起。应该说对不起的是我。我明知道你们已经在一起了，可是我还是没有放弃。梅雅，我们还能做回最好的朋友吗？祝你们两个幸福。
马上。爸，还有多余的菜单吗？有，拿拿。好，你们先看看。林叔，哎，一个，这是我们这儿主厨推荐的菜，放上心吧，全部都是新鲜的。哎，哟，对，您放心，我们这儿食材都是新鲜的，来一个。老二，上菜。啤酒要吗？一瓶。爸，那桌点的。好。小姑娘，点菜。这一年你去哪了？我们所有人都在找你，我们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，我们真的很担心你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不接你电话，更不想让你担心。我只是在这个世界上找了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角落，自己待了一段时间，散了散心，好好想了一些事情。现在我想明白了，也算满血复活了。你的小黎叔就回来了。对不起。这三个字我一直憋了很久，就希望能够当着你的面告诉你。美雅，很早的时候我就跟你说过，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，我一定会放手，并且祝福你。其实我应该谢谢你，在认识你之前，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很难遇见爱情的人。可认识你之后，你让我觉得我还有爱一个人的能力，这非常美妙。所以你永远不需要对我说对不起这三个字，好吗？物归原主，我已经从你的房子里面搬出来了。如果不是欧阳告诉我，我一辈子也不会知道，那个房子根本就不是你朋友的，是你的。小黎叔，你为我做了这么多，我真的无以为报，全都记在心里了。谢谢。好了，如果有一天欧阳这个臭小子胆敢欺负你的话，你一定告诉我，我还是你的小黎叔，我替你出头，我一定把他打得体无完肤，不敢再欺负你。一下走了一年多，我们家饭店我还没去呢，我
我得去看看，到时候别让黎薇薇给折腾倒闭了。好了，你先忙，我回去看看。重的，哥，你可真行啊！把这么一大摊子烂马齐糟的事全都扔给我了，你也不担心？你没把咱们家老店弄倒闭了，哥哥就心满意足了。好着呢。这么长时间没有回来，辛苦大家了。不辛苦。李总，请喝茶。谢谢。苏子杰。你怎么跑到我们家当服务员来了？李总好。若楠，你怎么也穿上这身衣服了？你不会也来我们家当服务员了吧？微微，你在胡闹什么？我没胡闹，你一走店里就缺人手，我就搞了一次招聘，就把他们招来了。若楠不一样，若楠是欧家的千金，跑到我们家店来做服务员，太委屈他了。当服务员怎么了？微微不也是你们黎家的千金吗？她不也一直在这儿当服务员吗？不一样，这是我们黎家的规矩，爷爷定下的规矩。反正我现在已经从欧家搬出来了，我看你这儿包吃包住挺好，我就来了。李总，你别看我们若楠是欧家小千金，其实她就是个野丫头，可野可野的了。就放眼望去，有什么苦是我们若楠不能吃的，有什么难是我们若楠不能扛的？没有，绝对没有，她就是一女汉子。四子杰，如果你不会说话呢，你可以不说话了，好吗？哎，我
我就喜欢野丫头。哥，我现在又多了一位好朋友，他的名字叫杜若楠。你都不知道他可能打了，在泰国的时候，他吊着一根铁链子从天而降，三下五除二就把那帮绑匪给打趴下了。还有咱们后厨装土豆的麻袋，你知道吧？整整两麻袋，他一下就能从车上扛下来。我对他佩服的是五体投地。那是你没看见若楠在台上打拳的时候，哪像你这种开放在水中浇烟的水仙啊，弱不禁风。说谁呢？你再说一遍。哎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吃点啊！这牛肉好吃啊！你怎么家比你做的好吃？喂，你尝尝这个。爸，你别光张了，你快吃饭。没有你就没有今天，谢谢。您太客气了，您在干啥？哎，没有。哎，你怎么坐着？你不给我换上吗？不用客气，谢谢。好吃不好吃啊？那我做的好吃不好吃？好吃。欧阳。这杯酒，我敬你。好兄弟，祝福你，心意在心，在酒里。年轻的时候，跟咱们岁数差不多，是吧？是。我的两个金风与见世面的老哥们儿，俩人斗了一辈子，结果呢，一个走了，一个进去了，就剩我这个没本事的。虽然啊，昏迷了一阵子，可醒来啊。还开我的大排档，这个爸啊，你说什么呢？今天这么开心，我们聊点开心的好不好？嗨，我的意思是说呀，人这一辈子不图什么大富大贵啊，只求问心无愧，平平安安才是真嘛啊！哎，是不是啊？来，大家为了问心无愧，干一杯！哎，来，好，干杯，干杯，来，干杯。来，坐坐坐坐。那我也跟大家分享一段话吧。这句话呢，是我的亲生父亲郑一鸣在投案自首前跟我说的。我希望我这一生可以做到。他说，做生意一定要诚实守信，对朋友要肝胆相照，对爱人要一心一意。对孩子，一定要长久陪伴。好一个诚实守信、肝胆相照、一心一意、长久陪伴。为这句话，大家再干一杯。说的真好，来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梅雅。大排档你还是交给林叔和土豆吧，因为我们大家都不想你的才华被埋没。欧氏集团的研发部原本在苏州，但是我们在本市专门为你设立了一间研究室。我和欧阳现在诚恳地邀请你来欧氏集团工作，你愿意吗？谢谢你，欧瑞姐。谢谢。哎，欧阳，今天聚会你干嘛停在这儿啊？欧阳他说他想把这家福利院重新开起来，经过这段时间我们俩的努力，就在今天所有的手续全部都下来了，从明天起这家福利院正式开工，开始装修。太好了！今天把大家聚在这儿，就是想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好消息，想庆祝一下。其实呢，我今天请大家来不光是为了这件事儿，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。什么事儿？什么？梅雅。嗯嗯，什么情况？
曾经用过很烂的演技，在你面前，亲手把它收了回来。虽然之前我向你求过一次婚，但是在那之后，我们之间经历了很多的波折。我很庆幸，也很感激，我们依旧深爱着彼此。所以，我今天要当着所有人的面，再向你求一次婚，依然是同样的地方，同一枚戒指，这代表着我对你的爱始终都没有改变过。梅雅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没听见。梅雅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好像没有谁对谁发过脾气。
不下心。